什么天儿吧，大晚上出太阳，你瞅瞅，是不是火星人来了，宇宙飞船来了吧？走。上海白蚁大爆发，今天凌晨的南京西路和茂名路附近，很多路过的人脸上身上都飞来密密麻麻的白蚁，路灯下面更是飞舞成群，路人吓得都不敢走了，朋友圈也是看得让人头皮发麻。天晚上北京突发狂风暴雨，巨大的闪电在天空炸裂，我们正吃着饭呢，天空的异象是这个样子的。说实话呀，这么多年六月份的北京真没见过这么大的风，上周一次，这周又一次，奇怪的云在昨天晚上八点出现，就在北京的暴雨之前，而近日的沈阳天空也有着水泡一样的乳状云，某些角度看来真的很像虫卵，密集恐惧症的人真的是直呼快跑。你们看一下天气热不热，河南的温度到底有多高，烫死了。专家了，那个专家就往这儿看，现在是几个是几号了，6月11号，现在是上午12点多，上温度你查一下上牛的几个的气温有多少，40度的高温给到地里边浇地啊，到现在连饭都没抹嘴里，叫你说老农民容易不啊，成天光研究在这儿研究那里的，就现在你看他这个浇地给你个棒你都不能弄出来水了。看看啊，这是河南的，现在中午12点55分，地表温度看到没有？看看来不来，暖和不暖和？我们这儿小河里面都没水了，我就发了个作品问大河里面有水吗，居然有人说我是恶意提问，我怎么恶意提问了呀？哎呀，这是下午3点，把玉米旱成这样了。哎呀，是不是都要照啊这个？哎呀，这家伙，哎呀，还缓还能了吗？今儿也太热了。2024年6月11日，河南面临大旱。从6月11日开始入汛后，河南持续高温少雨，旱情蔓延加剧。全省小麦将收完，下播超70%，但因干旱，秋作物生长受影响。现在是将近3点，温度计直接爆表，看到没？这是我今天请了几个人在这给拉地管带来，这边前天刚浇好，然后明天还在浇，这不浇根本都不中，出不来。看这旱的，清楚旱的很。看看这个河南的40度高温有多热啊，晒一个小时的锅，看锅能不能煎个鸡蛋啊。我的孩厉害不厉害，我上午点搁着我锅再晒也有几个小时了，给你煎碗鸡蛋。
咦，冒烟。老天爷，你看看在河南到底有多旱，到处沟里河里都抽干。这以前呢是一条大河啊，水慢慢的，你看看现在被抽的还有水没有水。来来来，你看看河南的地，河南的天，河南的土，已经80多天没有下一滴雨了。现在地里面都是顶着40度的高温的天气在浇水。消防车配出点水，这报给我。咦，好的。我人没事吧？人肯定也烧伤了，你看里边烧的。我靠！人在这儿应该逃出来才对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柱子上凡是写着有的全都是有问题的啊。目测过去能看到吗？这柱子底下都是空心的哈。有看到没有？有。所有写的有的地柱子底下全都是空心的，可不可怕？这个房子你们敢不敢住？全部都是空心的哈。来选一个柱子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下面就是这样子空心的哈，里面就是这种锯木啊，不止这一根，这一区全都是。我们如果交还的话，现在就是大问题了。
哎，我就拿了个门来。二十年前小麦一块钱，二十年后的今天小麦一块多一点，二十年那工资不知道翻了多少倍，房子也不知道涨了多少钱啊！为啥农民种的这点粮食就不能涨价呢？市场点还喊住了没？一斤粮食买不来一瓶矿泉水啊，多么扎心啊！那个农药、化肥、播种、收割都在疯狂的涨价，用粮食做的那个面包、方便面、饼干，各种食品都在涨价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用粮食做的所有东西都涨价，咋就唯独俺农民种的这点粮食不能涨价呢？农民种地啊，真是难啊！连朝黄土背朝天，干了一年又一年，只要不死，那就得玩命干。二十年前一斤小麦是一块钱，二十年后的今天一块一毛多，想想看这一斤粮食的价格竟然不如一瓶矿泉水。你再看看城市里的变化，二十年前一线城市的平均工资现在竟然翻翻了整整19倍，房价呢更是疯狂，直接翻了30倍，可农民种的粮食呢价格涨了多少，大家心里有没有点数？农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养活了农药厂、种子厂、加工厂、化肥厂，还有那些农业机械厂，可唯独就是养活不了自己的一家人呢。没办法呀，他们只能是离开家乡出去打工，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活，还常常被人瞧不起，被人家叫臭农民工。城市里的人到了年龄就可以退休，拿着退休金过日子，他们说他们交了社保，可农民们呢？难道他们忘了以前没交过公粮吗？农民们可永远没有退休的时候，只能一直干，干到不能干为止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